可以爆出来。应该是还行，但他好像有点胖。但是他可以改观，哦，这可以不用改观。后面那个灯也太亮了吧。但是它有那个啊，还好，我觉得还行。比之前开起来应该好很多，还没有试转弯啊，我们只是试了它的速度。哎呦，啊，这里是什么啦？车祸啦！自己想办法啊！好啦，我等等你们走了，我叫救援队救我。Okay, OK 啊 ，OK 啊，那个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注意安全。在蛮好开的，我就蛮好开的。再给你，再给你，总共855个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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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50。不是，永安，永安。对啊。哦哦，有个这个，你给我拿一下。850个，你是把你财产都卖了、啊？哦。好，我等一下把他拿去赌场挥霍一空。然后又输光了，就三台了。對對對 okay. 你懂意思了吗？这算流行机算。哎、欸，荣恩，除非他拍卖封神了、啊，不然我基本上没什么。荣恩，你是不是有多一台？你是不是你阿三二还在吗？怎么？阿三二，阿三二。你刚刚看那台前车主就是他啊、哦、，OK。我说还是我换一台车去比赛。我是马丁。哎、欸，那个草莓，你有 R32对不对？我有啊，我有。你可不可以借我？你要来拖掉场。我说过户借给我，要开，然后之后还你。OK 吗？免费的。会给钱啦，租车啦，我不要钱啊，我不要钱，不然你看我缺钱吗？我要你旁边讲，还有你的爱、啊，什么东西？你要跟我借车、哦？对啊，一百根大麻烟。好 ，OK 啊 ，OK 啊，那我到时候拿给你。你会还我吗？会啦，会啦，我只是要借车比赛而已。嗯对，啊，先过户到我名下，到时候通缉也是通缉我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会，对啊 ，OK 啦，那明天再办过户，或者是等一下。可以啊，因为现在人有点多。OK OK。你要试驾这台对不对？对，我试驾。一千试驾。哇，你要买 R32 哦。啊。大家都开什么 GT 三？哎，不要啦！看，好不容易，我又找到一台，我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台没有人开的车。不是，我换口味，我又不是每次都要开它。哦，对，
一般我不是每次都要开啊，就算要开，大家机会也不多了，你懂吧？没有什么别的来啊。对啊，我想说有你那个，我今天没有开 R35来 OK 比的，后来我想算了。哎，你有左驾 R35？ 我右驾。哦，左驾好像都没人买。有啊有啊，我拉前车。什么？前车。好，走啊。很便宜啊，五十万而已啊。哈？五十万买了。坏了不是吗？对，再拖掉场。OK OK。那个再设计我。好啊。农夫，你去跟我那个员工讲，他家很大，可以买很多种球桌。真假的？嗯，你去问他，你去问他。OK OK OK。他妈的！这什么破车啊？这来是什么？这有 R35 的型，没有 R35 的速度哎。这还是 R35 吗？不是吧？那是爆改 R35 哎。我操！喂，算。喂，老板，你在忙吗？啊！怎么了？没事。小婉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他妈，他太凶我啦！注意点啦！你们有做零件吗？铝保养用很多是不是？那晚一点在哪？不然你去，晚一点好了。我牵车，牵个车。他那个100根大麻烟，我之后再给你说。好。好。那等一下就我载你过去，你拿车之后就直接中部的那个那边见。可以啊。我直接先过去了。嗯，爆改 R35 的壳而已，对，完全没有调整过。